继续搜索，注意安全。 排雷连战士，李兆先报道。你让先，我又弄了一个，你小子说定了，说就说，我也没缺什么，大不了做你孩子干爹呗。 连长不好，我踩雷了！啊，小雨今天生日，很壮，很聪明，很像你。连长，我，要不你快走吧。闭嘴！我现在已经很紧张了，别再给我添乱。明年就该中考了，你要好好保佑他。 走，行吗？一家我们都死啊！炸不死儿子保佑着呢。连长，谢谢，谢谢啊！废话，好好活着吧。我老，连长，你放心，我们过得很好，都很好。 夏天泳馆里男人都不穿衣服，什么大惊小怪？那是夏天。冬天不是也有冬泳不是吗？哎，你干嘛呢？来排报大队有何贵干？报告副大队长，我叫林英，是来报道的。啊，你就是上面分来那高材生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傅啊？不仅知道您姓傅，我还知道您是计生与和生两的副大队长。这点事儿江湖上无人不知啊。大队长呢？ 他，哎，真是应该来了。八成是昨天又在家搞科研搞晚了。放心，他一会儿准到。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一个，啊，不是说你，对，排报大队，一哥不在，什么事儿？什么？好，好，我们马上到。我来通知一哥。嗯，走，开工了。 喂，什么事？一哥，昨儿又搞科研了吧？你给别人留点活路行不行？什么事都让你想到了，别人还活不活了？嗨，一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废什么话？说事儿吧。开工了，东郊三六八国道和京广铁路的交叉处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，一车雷管翻了。我已经上路了，咱们谁先到算谁的。老规矩，什么都别动，见面再说。 防爆器具准备一下。好的。哎呀，副队长，你怎么也有空来了？在你正所的眼里，只有一哥能排爆啊，我们也只能排个烟花爆竹什么的，是吧？哪儿的话呀！烟花爆竹我们就能搞定，哪敢劳驾您呢？
行了，郑所长，赶紧说一下情况。好，这车上啊有40万枚 T32H4型过气雷管，本来要打算运到郊外去销毁的，可是现场部分雷管已经破裂，炸药泄漏，这种炸药啊特别不稳定，具有光敏性。这40万枚雷管同时爆炸，相当于上千斤炸药的爆炸当量。不但三八六国道和京广铁路被摧毁，就连附近的村庄和东山水库也保不住啊！关闭手机 BB 机，早就关了。你，啊，忘，通知现场所有警戒人员，一律不得穿化纤的衣服，还有。 皮鞋带长有钉子的人一律也不得进入现场啊！早就通知了，关闭三八六国道靠近事故现场的这一段，正在关闭。行了，郑，你速度很快啊！封闭京广铁路，什么？京广铁路？那可是全国交通大动脉呀！封闭它，这个是件大事儿。李大队长说了，李大队长怎么了？李大队长来了也得这么说。可是我不管什么可是，马上组织村里的村民疏散。 村子里有5000多人啊，10万伙怎么疏散啊？就算是要疏散，也得有个解释吧？你怎么解释我不管，但是村里的村民一定要疏散，而且要快。你这你不管，那你不管，你管什么呀？一哥，你看副队长这……老郑，听我的。副队长，说说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就是危险，极度的危险。说的没错，那该怎么办？ 任何机械的办法都有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碰撞而引爆所有的雷管。嗯，不错。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首先要封闭公路铁路，然后疏散人群，然后再组织专业人员把这批雷管搬走。好啊，这么多雷管，那得多少专业人员来搬运？这个，京广铁路一封会带来多大损失？疏散的几千人会有多大的麻烦？你是不是想把东山水库的水都给放了？ 这要多少人民币，就为了这一车要被销毁的雷管，整这么大动静？可是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呀。看这意思，一哥一定有办法。那里堆的什么呀？雷管啊，那还能是火腿肠？雷管有很多种，好像是火雷管吧，有可能还有电雷管。好像有可能。我问你，这是我们该说的话吗？我早查过了，这一车全是火雷管。火雷管最怕什么？ 哎呀，我怎么把这给忘了？一哥，有什么好办法？你快说呀！人要不要疏散？铁路要不要封闭？可是离这最近的消防车得15分钟才能到这儿。等你安排，我早安排好了。小事一桩，没事了。一哥就是一哥啊！小事一桩。报告队长，海豹复准没完毕。哇，这变形金刚哪来的？ 还是个女金刚，她是今天刚刚到我们大队来报道的林英。哎呀，我的林妹妹，你这是行动赶紧脱了吧你！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已经都解决了我的林妹妹。哼，林妹妹，你倒热得快，数微波炉呢？一哥，你脑子动得比我快，我也就认了。你怎么腿脚也这么快，居然赶到我们前面到达现场？我有直觉，早我就在公交了，3分钟就到现场。 庆祝了，干爹，快点儿，饿死了。嗯，别着急，来，给。
奶奶，你先吃。跟内考验我呢，我可不中计。哎呦，我的好孙子，来，咱们一块儿吃。第二块又来了。爸，今天儿子过生日，你也高兴高兴。来，给你。来，儿子，你饿了，你吃。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养育之恩。谢谢妈妈送我蛋糕。哎呦，这个蛋糕啊是干爹买的，谢谢干爹，干爹就像我亲爸爸一样。哎，赵倩呢，这些年辛苦你了，大为泉下有知，也会谢谢你的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的命是大为给的，您就是我的亲妈。下个月您七十大寿，我们给您好好庆祝。咱们以果汁代酒，祝奶奶长命百岁。百岁，我孙子也百岁。来，呀呀，又落雨了，这雨都落到我杯子里了。这老房子对你有感情啊，提前给你斟酒了。来来来，赶紧的，快走进来，乾坤大挪移了。好，挪挪挪。来，坐吧。哦，要不是漏雨，我还差点忘了。是生日礼物吧？谢谢干爹。这臭小子，这是给奶奶的，不过也有你一份啊。什么呀？哎，你这就不要打击祖国花朵的好奇心，好不好？哇，干爹，你是不是把小偷的蛋糕给吞了呀？啊？嗯。来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看看。啊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、啊？妈，赵倩买房了。啊，赵倩呐，你一个抓小偷的警察，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哎呀，你可不能……妈，你放心吧，这都是我攒的，加上公积金贷的款，够了。年底啊，你就能住上新房了。星期天我领你去看样板房。好好，跟你太牛了。来。吃蛋糕。队长，你收拾的？是。干净。真干净。国安大学排爆专业也开家政课？没有，来早了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你叫林什么？林英。林英，这个名字不好叫，就叫小林子吧。不好，像个小太监的名字。玉哥，还是叫林姑娘好点。哎，这个装置，你动过了？对不起，我只是好奇，这种拆弹装置我没见过，就动手试了一下。你用了多长时间？大概40秒吧。多少秒？40秒，可能会多2秒。我的心理读秒成绩是1分钟误差2秒。你这不是破了？以后我桌上的东西不要随便动，明白了吗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以后上班时间不许喷香水，连有香味的化妆品都不能用，明白了吗？是。这份报告送档案室。哎，这个装置是最新的，他怎么解得了？而且只用了40秒，比最快记录只少了2秒啊！如果是负差的话，那就平了最快记录了。天才！昨天夜里2点，我市西郊风景区的一处古墓被炸，古迹遭到严重破坏，现场没有人员伤亡。但这一事件，使得我市正在进行的申遗工作受到严重影响。市领导要求我们尽快破案。嗯，赵鑫，你先谈谈。哎，赵鑫，你跟谁深交的？我是在想，疑犯的目的。是啊，这次的破坏啊比较奇怪，既不像要伤人，也不像要盗墓。爆炸点很多，但是很多爆炸点给的药量很小，故意找麻烦，估计啊又是那种厨师社会的，也不太像。
我从来没见过炸得这么整齐的。要么疑犯就是一个顶级高手，要么就是疑犯碰巧了，不太可能碰巧。一个爆破高手，大半夜去炸一个已经被倒空的荒木，不可理解吧？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疑犯起码用了四种不同的炸药，摆放不同的位置，产生不同的爆炸角度，利用不同的爆炸力及相互作用力，才把木炸成了这样。你们不觉得这个爆炸后的样子像一个太极图？太极图？太牵强了吧！再说，像什么跟本案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听说国外有人用炸药进行雕塑，那是一种很极端也很少有人从事的艺术创作行为。这种创作需要十分精密的计算和设计，但在我国却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这太夸张了吧？那维纳斯的雕像是不是也是给炸出来的？而且用药过猛，把手给炸掉了。行了行了，别笑了。哎，赵鑫，你说那疑犯他用了四种炸药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没有，只是嗅觉。是艺术构思吧，老李？哎，那嗅觉当然是种判断的依据，而且一哥的嗅觉特别灵，这众人皆知。424、316特大爆炸案，那不都是一哥凭着嗅觉排的爆破的案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扯这干嘛？赵鑫，你说说，咱们下一步该怎么着手？案发现场的证据显示，疑犯的雷管是自制的，用料都是比较高档的材料，所以可以先从化工市场入手。另一方面，对雕塑工作者进行走访。我认为此人最大的可能还是针对申遗计划的，我建议对所有申遗计划中的地点进行监视。好，咱们双管齐下，分头出击，马上行动。靠不靠谱先别说，人家靠这个破案子，咱们是干刑警的，可不能迷信他。我现在就在想啊，这一哥的鼻子和这警犬的鼻子哪个更灵呢？不，你一个大男人，整天跟老娘们似的扯这些没用的，你是不是没事干了？我就是这么一说，估计有一拼。甜吗？嗯。国民素质真是参差不齐，那点参差。你会读参差，你就有素质了。你看看人家，我们先吃，不等你啊！一哥说他上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让我们先吃。怎么样？累了吧？是不是觉得特没劲？没有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就是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李队长有点不通人情。你说的是擦香水那事儿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一哥呢最怕两件事，一是下雨，第二件事就是香水味儿。咱们就先说这香水味儿吧。一哥那鼻子特别灵，都快赶上那狗鼻子了，所有化妆品的香味都会降低他对炸药等气味的敏感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商场里演习，那模拟的爆炸物啊就放在化妆品区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一哥一个劲儿的打喷嚏，那最后还是我实施的排爆呢。你能闻得到？警犬闻到的，但是我拆的蛋。那李队长为什么怕下雨啊？他干妈家那房子漏雨呗。
哈气。 对不起，你很过分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。 你没事吧？哎哎哎，这不至于吧？哎，你等一下！啊，他脖子上挂的是地雷的弹片。 是啊，他说那块弹片是从他战友身体里取出来的，不能离身，就好像他幸运符一样，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，他都得摸一摸，就好像是两个人在执行任务一样。这么深啊？那他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呢？哎呀，一哥是南方人，他申请转业到我们这儿来，其实就是为了守着他战友那个家呀。好感动啊！ 一哥，好，马上走。一米七，白皮肤，瘦黄脸，近视眼镜，黑手套。你们两个去那边钓鱼。我没命了。 肯定是那个家伙吗？肯定是他。虽然他身上用了不少香水，可他身上的味道和现场的炸药味儿一样。这根红线，嗯，也要检查一下。嗯，这个位置又没有扣子，不会是钉扣子的线。 而且一般在这个地方钉东西会是，会有人分洗衣店。我去过这家店几次，这家店就是用红线钉洗衣盘。驸马，这是新大楼2001号室，按计划飞动行动。 Thank you.
上去。我们先查一遍，如果是疑犯的住处，极有可能安装爆炸物。特警说对，出排包队，所有人员撤离。是他，我想起来了，在西郊风景区就是他。哎，等等。旁边的李兆先先生接下电话，谢谢。查一下电话来源。喂，李兆先先生，看来你们警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低能吗？你也没我想象的那么弱智，竟然知道我的名字。凡是喜爱爆破的人都应该知道你的名字。让你这么抬举我，我挺难受的。嗯，这是事实。从你刚刚接电话前所有的举动，足以表明你是一位专家。能和你这样的专家切磋，一定会给我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和激情。切磋？切磋什么？爆破艺术。艺术？你这破坏国家文物的行为，也能称之为艺术？我这怎么能叫破坏啊？破与立的两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艺术特质，我这叫再创作。爆炸和雕塑是可以融为一体的，懂吗？它兼容了艺术最伟大的灵魂主体，我把它们合二为一了。不能不说我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。哼，不敢苟同啊。艺术家都是把美好的带给大众，你这好像有点儿不大美好。艺术这东西往往和世俗的道德准则是背道而驰的。梵高生前被世人所鄙视，但他却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，而我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梵高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成为对世人的一种恩惠。我难道这样就不崇高吗？崇高？你以为他和卑鄙是一个意思吗？如果你炸自己家的东西，那没人搭理你；但你破坏了受保护的文物，那是公共财产，是犯罪。你难道就不觉得我的再度创作比那些老古董要美吗？啊？别傻了，你会毁了自己的。谢谢你的祝福，但是有的时候自我毁灭也很美。对了，知道我下一个作品是什么吗？魔鬼走出了他的墓穴，下面当然要经过神道了。有智慧，但不是恶魔，是凤凰涅槃。美丽的凤凰在浴火中重生，去保卫你的神道吧。你还有1个小时。通知西郊风景区派出所，立即疏散神道附近游客。是。中心，疑犯的电话查到没有？没了，电话接收了反追踪器，号码来自黑龙江。不行，这个疯子啊，像拍电影。一哥，这回该让我上了吧？一哥，伟大的老黄牛，你总得给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吧？我这二把手也该露回脸了吧？露脸？你这就动机不纯，心存杂念是我们这行最忌讳的，也是最危险的，懂吗，二把手？可是我……再修炼吧，小子，
这行容不得一丝错误。喂，赵先，今天说好去看房，你是不是给忘了？啊，不是，我忘了，派出所加班，要不你们自己去吧。好。什么派出所加班啊？哪跟哪儿啊？哼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要不然我怎么叫他老黄牛呢？我呀是又爱又恨哦。甭废话，好好开车。走，他不来了。啊，他忙，让咱们自己去。我想了一夜，虽然把赵宪当自己的儿子了，可我也不能让他给我买房子，你说是不？老李在搞什么新式武器啊？速冻机，写冷冻塑胶炸药，然后再对计时起爆器进行拆除。这炸药又不是冰棍，这还能化了呀？啊？这个炸弹的设置过于简单，可能是陷阱，所以李队长会更加小心。如果里面是液体混合炸药的话，那么外部破损就会使液体混合，从而导致爆炸。这技术含量挺高啊，林妹妹，你的挂盘讲解很准确。可惜呀。咱们也只有说说的份儿啊！一会儿李队长会对起爆器进行定位解码。哎，李队长怎么？一哥疯了！一哥，怎么回事？被这疯子耍了。这是个假的，外面炸药是真的，里面是水。可是起爆器里面没有装雷管，这个疯子到底在想什么呢？难道他有什么阴谋？会不会是调虎离山啊？对呀，那赶紧走啊！二把手，你先告诉我，我们上哪儿去？回局里啊，回去慢慢想，总比在这儿强吧。我能不能说两句啊？如果这是一枚假的炸弹，那么他肯定不会只是白白的装在这儿耍我们一下，因为这个人不是那种做事随意的，而是有周密考虑和他自己价值逻辑的，所以现场一定有什么他想告诉我们的，炸弹只是一个引子。我看你应该是三把手了，年轻啊。大家分头搜索一下可疑线索。哎，好像你们都想到了这一点一样。当然了。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啊，你们要是退房的话，应付我们违约金85000元整。啊？这么多啊？姑娘，怎么要赔这么多呀？你说，这房子又没住，我们连钥匙都没拿。你帮帮忙，让我们退了吧！真不行，阿姨，就算你退违约金的话，也要等签合同这个李先生亲自来办手续才行呢。妈，这合同一签，就不能反悔了。要不咱先去看房吧？是啊，阿姨，咱们还是先去看看样板房吧，我保证您满意。走，这边走。哎哎哎！先生，
喂，喂，高局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林英，带上装备，跟我走。嗯，是。走。有人在紫禁花园售楼处身绑炸弹，劫持了多名购房者，我马上过去。那我呢？你们继续搜索，如果找到线索，我来不及回来，就靠你了。啊，好，你放心去吧。哎，林妹妹，你小心点儿。一中队跟我走。一中队集合。傅家过来。行啊，林妹妹。关锁，赶快疏散双臂楼附近的所有游客，那边可能有炸弹。石大人，跟我走，快！现在3:30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对，咱们去监控室吧。一哥，你可来了！啊，鄙人寇金彪。刘总，什么情况？一名身上绑着自制炸弹的人，是这个楼盘的包工头之一，因长期要不到拖欠的工资款，今天到这要钱来了。鄙人寇金彪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赚了那么多钱，还欠工人的血汗钱，缺不缺德？我告诉你，如果出了事，先抓你。您说的是，您说的是。喂。哦，找到了，太好了。你们到现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到了再联系。不会这么巧吧？能接通里面的声音吗？马上就好。赶紧把车还给我，要不然我不听你废话，你赶紧给我把车还给我，要不然我把人都给砸了。你冷静，我们正在联系开发商，你要的钱他得花时间去准备。这样。你把这人都放了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少废话，你快出去！你跟寇胖子肯定是一伙的。我告诉你，再给你10分钟时间，10分钟，要不然，我们全部砸了！宝强，先出去，不要让他情绪激动。这样，你冷静。开发商正在给你准备钱，我现在就去催催他。10分钟。有10分钟，一定，你放心。骗，小伙子，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？我不想听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没有活路了。哎呦妈，你别，喂，哎呀，老太太，你别过来，你站住。小伙子，你听我说。老太太，你给我闭嘴。小伙子。你再说就炸了啊！哎呀，妈，你别吓唬我。炸弹我见得多了，我儿子就是被炸死的，可他是为了救别人才被炸死。他的死，我老婆子脸上有光。高局，情况怎么样？哦，谈判失败，疑犯情绪激动。高局长，你可来了。这样不行，先得稳定这歹徒的情绪。谁是开发商？局长大人，我在。你欠的多少钱？也就30多万。就这么多？不超过50万。这个时候你还？出了问题，第一个枪毙的是你。你钱准备好了吗？一时的凑不齐呀。少废话。我给你15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你再凑不好的话，你自己进去跟他说去。好，我马上凑。疑犯位置很好，可以击毙。嗯，不要。现在情况危急，击毙歹徒可以迅速解除人质的危险。不，局长，
为什么不？我们还不能确认他身上炸弹的真伪，他没有大恶。劫持人质，企图爆炸，这不就是大恶吗？我上去试试，不行再。本应该派你上去，可是今天我怕你不能心如止水。狙击手准备。明白。哎，等等，让林英去。小林，不行，小林有这个能力，我在这里遥控，应该可以拿下。局长，相信我。立即行动，小林，马上换上售楼小姐的衣服。是。狙击手全部就位，小林呢？一旦发生意外，一起击毙，保证人质安全。明白。不会的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快给我换钱！我真炸了，我们全给炸死了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来送钱的。空房子为什么他自己不来啊？他害怕。孬种，派个女人来，真不是东西。他要来呀，我真把他给炸死。王八蛋！现在把箱子放在脚下，假装要逃离现场。小林，仔细观察起爆装置的线头，是几根线的？是什么雷管？是什么连接？不要紧张，一样样看仔细。听见没有？快点儿，要不就炸了啊！快点拿来了！你快点，别磨蹭，要不炸死你啊！大声，大声！快点，给我打开它！这个小林还真机灵啊！小林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装置，老式纸质雷管，普通一号电池，通过电雷管起爆出发。你现在要做的是，想办法让他放下手中的起爆器，然后你就有机会切断电源线。快点！是不是空房子让你来耍我的？不是，我害怕，我打不开。小林，很好，快解那个黄色的线，要稳，要准。特警准备，只要剪断电源线，你们就冲进去。SB 组，听命令，准备行动。罗巴，王猛。快动手，快捡黄色的，慢，是红色的，捡红色的。不对呀，少两万，少两万，少两万，快，来不及了。这个该死的扣胖子，准备，少两万，还少两万。扣胖子，你个混账王八蛋，老子我给你拼了。我打死你！特警上，快杀！打死你们！把你们全都打死！我打死你们！我打死你们！王八蛋！赵小仙，什么？不知道？全是搞雕塑都问了吗？有一个问一个，连雕萝卜都要问。还是等你们队长来了再动吧。你都听一哥说了，他没来之前，这人我负责。那你也得跟他联系上。你知道你队长的脾气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了吧。
你还信不过我啊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信不过那炸弹。那就是了。陈队，你就看我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吧。准备器材，开门。前方未发现牵绊引线。明白。主排手傅杰进入现场。报告，前方未发现爆炸物。不好，往后撤，别过来！我踩到起爆踏板了。妈，你快回去吧，都快把我吓死了。妈，咱回去吧，别在这添乱了。他还要工作。这些呢？你不是抓小偷的吗？怎么到这儿来搞炸弹了？妈，我搞什么炸弹呢？是楚英叫我来看房，刚好碰到这事儿，还好现在没什么事儿了。不对呀，你不跟楚英说你不来了吗？对，妈，他后来又给我发了个短信，说他能来了，我忘了告诉您了。哎，妈，咱们回去吧，在这碍事儿，走。那走走走走。老太太临危不惧。真是令人钦佩啊！报告队长，器材收拾完毕。小林，干得不错。林英同志，你知道错误吗？啊？关键时刻，歹徒按下按钮后，你竟然躲在一旁，作为排爆警，这是不允许的。现场那么多老百姓，你怎么能先躲呢？只要炸弹没有炸，你就要想办法去拆除它，知道吗？赵先，小林干得不错。你说那些事儿，就得回去自己琢磨琢磨。你这样说他，打击他的自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。回去写个报告，详细点，知道了吗？嗯。好了，准备转移。小林是个女同志，又很年轻，要求别太苛刻了。我要是不苛刻，一个天才就要浪费了。这个林英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排爆警，第一次完成这种任务，动作就这么干净，真是少见。无论他怎么紧张，剪线却那么快那么准，真是很难得呀。后继有人呐。那太好了。哎，这回你怎么多了个一姐呀？哎，你怎么不接啊？傅杰一定出事了。妈，想什么呢？我觉着赵先有什么事儿瞒着咱们。哎呀，不能，妈，你就别多想了啊。当时那么多警察，他们为什么让一个抓小偷的、管治安的小警察去冒那个险呢？嗯，我亲眼看见他冲进去，先看炸弹。别人才去拆，不对吧？哎呀，妈，那是因为赵先能干嘛？您老就别操这个心了。你是不是担心赵先他又……哎呦，不会的。赵先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他的命是大伟给的，已经不是他的了。为了大伟，为了您，他都不会的。啊！连长，我炸不死儿子，保佑着呢，好好活着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好的。干我们这行，不能有差错。二把手。踩进陷马坑了吧？这家伙太贼了，搞上这个。你呀，应该感谢他。这种踏板起爆装置一般都是子母两只一串，或者更多，一踩多响。这样看来，他是不想乱伤无辜，
甚至是心慈手软。他还心慈手软？林英，是。先对地下进行地形扫描，确认没有陷阱。牵绊引线扫描，有没有做过？做过了，没事儿。没事儿。前方地下没有陷阱。李兆先先生，还没有收队吧？是不是很有挑战呢？如果你需要我告诉你怎么拆除这枚炸弹的话，直说。在下愿意助你一臂之力。谢谢了，这正是我训练新来科员的好机会。有一点我算是明白了，你想借这次申遗活动之事，让你的所谓艺术能被大家关注，从而成为你认为的艺术家，是吗？可以这么说吧。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好听，但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来推广我的作品。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？是自私。如果自私能带来艺术上的成就，我宁愿被你们骂自私。你会伤害到无辜的人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是不会伤害任何人的。年轻人，炸弹比你了解的要可怕得多。你是在劝我吗？我觉得你在亵渎我。你看，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拆除炸弹的。不需要，我需要的是你来自首。如果你觉得硬扛有必要的话，那你就扛着吧。手机后面的线你可以剪，没有关系的。但是还有的线，就要你自己找了。林英，给我剪刀。哎，小心！你那儿以前活着可能会炸的。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疯子说的。疯子说的你也信呐？疯子并不等于逻辑混乱，知道吗？没事了。地形扫描做完了吗？做完了，没有陷阱。起爆器，起爆器呢？在副节脚下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定时器。现在是17:56，还有4分钟。如果疑犯是个一成不变的人的话，定时器应该在给我打过的手机里。在我这儿呢。应该还有一个感应器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应该在石像的缝隙里。快，上去找找看。哦。果然不错，队长，这儿有个东西，东西在这儿呢。队长，队长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这是我部的局，能不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我们都没事了，只有傅杰有事。现在就剩你了，你看，你是自己排。还是要我帮忙？没事，我自己来吧，反正你已经排完爆了。我只排了一部分。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踩的起爆器还没有排除，你确定自己排吗？我不确定。一哥，我认栽了还不行吗？劳您大驾，再帮小弟排一马吧。来，一哥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
不是第一次了吧？反正都是舅嘛，多一次也不多嘛。好，今天你请。那当然了。老板，哎，再来一只野生甲鱼。好嘞。哎哎，鱼就行了。那野生甲三个字儿就不要了啊。你看我都是三把手了，我这生活也不富裕，是吧？李队长，我想问您件事儿。是不是双杯龟的事儿？那个爆炸的布置，是我在一篇专业文章中看到过类似的例子，所以我会那么轻松就完成了。哎，这晚上搞科研还是有用嘛。哼，你小子，功夫全在嘴上，一说全对，一做全错，就是太浮躁，要修炼自己的心境，要心如止水。是是是。哦，小林，你素质不错。 做事有细而细致，但是缺乏的是自信心。我们这行绝不能缺自信。我知道了。我说林妹妹啊，你这一点就得学学我，要有自信，知道吗？是不是一哥？自信心这个东西啊，不能太多，多了就像负结，也不能太少。那，冷静，心如止水，止水。 什么时候能看到您副大队长亲自排爆啊？好期待呀！我说错了吗？我说林妹妹啊，你这不是盼着出事儿吗？连着三起爆炸案。 同志们辛苦了，但是案情还没有突破，作案的动机呢已经有了，找到犯罪嫌疑人现在是关键。老陈呐，说说你的想法。从老李那里得到的信息，此人极有可能是有精神病的，从事艺术创作的人。我们已经把搜索重点放在这两种人身上，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，但是还没有线索。 赵先呐，根据你的判断，这犯罪嫌疑人下一步在做些什么呀？很难说，但是可以肯定，他不会放弃炒作自己的努力。这个疯子想名垂青史，他的心灵深处并不想遗臭万年，所以他表现得比较可爱，比较有风度和爱心。<笑>可爱，有风度，还有爱心。是啊。 他主动提出要帮我排爆，他所实施爆破的地方都是没有人的地方，有人的地方他放的都是假炸弹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点风度和爱心呢？这样的罪犯还是头回见，有点意思啊！<笑>但是我不敢确定他的病情会不会变化，如果加重的话，会不会还这样斯文？很危险呐！报告，长溪雕塑厂的保卫科长打电话过来。 说可能知道放炸弹的人是谁？局长，我这就去一趟。好，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小仙，局长，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个犯罪嫌疑人真是把你当做他炫耀自己的对手了吧？我也有这种感觉。除了排爆工作以外，要积极配合老陈，寻找线索，尽快破案。放心吧，一定的。 下班了，啊，娟，你怎么有空过来啊？啊，单位工会发清油，我给拿来了。哦，我刚才在超市还想着买来着，想着想着就给想忘了。来，走。哎，楚云，啊，昨天在售楼处，其实你早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早就知道你是排爆大队的大队长。 但你没有告诉妈，也没告诉小雨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谢谢。哎，妈，干爹，哎，你们玩
时候大门口干嘛呢？别解释了，俗。我进看 NBA 了，你们继续聊，继续聊。这孩子。奶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得饿死了。好，咱们马上开饭啊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本台记者熊毅报道，昨天下午在西郊风景区，我市公安局排爆大队民警成功解除一起恶意破坏古代文物的案件。据了解，犯罪分子在两处我市著名古籍安置了定时炸弹。我排爆大队民警不顾个人安危，迅速解除炸弹，确保了文物和游客的安全。有关方面人士开饭喽！此次爆炸物，开饭啦！大孙子。看什么呢？奶奶没看什么，嘿嘿。喂，找哪位？李兆先先生，你好。所谓艺术家呀，是不是有点失望？没有，我很高兴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你不欣赏我的作品。但你我却是同路人，同路人，开什么玩笑？我是一个爆破的艺术家，而你是一个排爆的艺术家。你能破解我的设计，就像一个影评家读懂了一位有才华的导演的电影一样。你说我能不开心吗？但是，我要做一个作品，让你破解不了。因为我要让你永远记住我的作品。你也配称为艺术家吗？就你那点雕虫小技，能称之为作品？你只不过是从书上抄来的一个事例，你顶多只是一个小偷，一个剽窃者。我没有偷，我没有剽窃，我是位艺术家。哼，你知道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你会像老鼠一样，蹲在监狱的角落里。你甚至连老鼠都不如，你得到的只是鄙视，无穷无尽的鄙视。这孩子每次都是说走就走。哎，你等等，妈有事要跟你说。妈，你说吧。上次。你不是帮那个房产老板了吗？那你能不能……妈，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那房子咱们一家人一块住，多好啊！赵鑫，妈的意思呢，就是想把这房子卖了，好贴补你点儿。那怎么行啊？这是祖产呢，别看漏雨什么的，好歹也给妈留个念想，是不是？妈，我走了。哎，奶奶，我送送干爹。哎，不用了吧？哎呀，我就送门口。哎呀，他们俩还真像一对亲父子。妈，回屋吧。哎，楚云呐，啊，你想没想过跟……哎呦，妈，你又来了，咱不说这个行吗？啊，赵鑫是大为的战友，好人呐。妈，那你洗碗去了啊。哎呀，干嘛啊，臭小子，快回去吧，啊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干爹，说实话吧，你是不是排爆大队的？我倒是想去，人家得要我才行啊。行了，干爹，电视上都放了。我也看见了，你就招了吧。哎呀，我不是，你叫我怎么招？看来只能让奶奶来给你招了。我回去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招。招什么呀？哼，你干爹是排爆大队大队长，你满意了吧？我不但满意，还敬仰你。哎，
别让你奶奶知道。放心吧，我跟姐姐呢，我回去了。嗯。又怎么了？安迪，我长大了以后也要当排爆警，像你和爸爸一样当排爆英雄。嗯，有志向是好的，但更要好好学习，才能实现理想，知道了吗？放心吧，干爹，我不会让你和爸爸失望的。嗯，回去吧。雕塑厂全场动员找疯子，结果不是那个疯子。我的话可能把他激怒了。好啊，人被激怒了才会失去理智，咱们才有机会找到他。可是丧失理智的人更危险，也不知道这个疯子现在在想什么阴谋诡计。管他想什么呢，去美术馆碰碰运气。这个好像是钟志成吧？你确定？应该是他，脑子有病，专搞歪门邪道的。你想我们一般，我们搞创作，我们用手用笔，最多用刀。他可倒好，用炸药，逮哪儿炸哪儿，炸成什么样都说是艺术。您说这不有病吗？你知道他现在住哪儿？哟，这可不知道。你想啊，他那样人，我们离他都远远的，离近了挨炸。那谁知道他住哪儿？这就难了。哎，不过您可以到那个采石场去问问啊。您想啊，这家伙搞创作的，他得用石头炸呀。那好，谢谢啊。他呀，你认识他？认识，熟着呢。哎呀，挺可怜的一小画家呀，人挺好啊，但不太会来事儿，被一帮人从画家村赶出去了，在我那儿住半年呢。喂，去东郊的烂尾楼看看吧，有你们想要的。陈队，叫金小娃过来拼图。这位老师，这个石碑是什么年代的呀？你们能叫我老师？当然了，您一看就是一位艺术家。您看，您那不是写着美术工作组吗？对，对，我是一位艺术家，我是搞雕刻的。你们这个石碑是吧？它建于清康熙25年，1686年。黄组长们，立即疏散申遗大会现场所有的群众，要快！疏散工作一定要谨慎，避免误伤群众。明白。再见。
见，同学。同学再见。一场盛大的表演就要开始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，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真诚的心来祝愿我市申遗成功。每个朋友都有很多心里话要说，在这儿我想应该先请出第一位嘉宾，申遗形象大使吴小丽小姐，掌声有请。高兴今天来到这里，和大家一起庆祝我市申遗成功。李兆先先生，让你们的人立刻离开现场。对不起，我没这个权利。我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权利，如果他们开始清场，我就会引爆炸弹。你说过你不滥杀无辜的。我是不滥杀无辜，但是我们的巅峰对决必须在这一个伟大的气氛当中，他们不可以破坏的。放他们走，我们单挑。不行，给你们一分钟，你们人不撤我就引爆了。老黄，你们先撤出来。谢谢。首先声明，动任何的歪脑筋，我都会随时启动手中的起爆器。你这个疯子！很多艺术家都是疯子。你就是个罪犯！我只给你们一种可能，就是在这里拆除我身上的定时装置。下面用您的欢呼声、大喊声来欢迎我们摇滚组合闪亮登场，为大家献唱。燕子在城头轻轻地回旋，风中是被遗忘的昨天，猜不到是那一年的沧海。你来干嘛？快走！那一年走，滚！如果你把花再赶我走的时间上充分利用起来，我们成功的几率会更大。你们还是走吧，就快炸了。澎湃旷野中依旧晃出黑黑天，你那英雄的脸为什么像在表演，让我梦回千年上下流连。什么都看见，这东西没用，快拿走。不是，他已经很紧张了，别再添乱了。现在已经很紧张了，别再添乱。
这个爆炸物是个多回路装置，只要有一个回路短路，就会导致全部短路，触发雷管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分解其中的回路，最终合并成一个大的回路。这样，再剪断电源，就可以拆除装置。明白吗？明白。你还是走吧，快救救你们自己吧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忘了吗？我说过我要做一个让你解不开的作品。但是我现在后悔了。剪断这一路，你害怕了？不是，我忽然想到，也许不该让这么多人陪着我一起死。慢，这根不能剪。再找，找出串联电路里的小病人。实在对不起，我这件作品是无解的。走吧。你这个说好的疯子根本就不是无解，如果你能解开，那只能说明这是个奇迹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这发病了，心脏、人脑器官怎么样了？为什么像在表演，澎湃狂野中依旧望出黑黑天，你那英雄的脸，为什么像在表演，我当他以后也当排爆警，请和爸爸一样当排位英雄。什么都看不见，都如愿以偿了吧？是啊，咱们这是一举多得。奶奶、妈妈，我这一间可以看见篮球场。说什么呢？那是你干爹的房间。不嘛，我就这一间。大孙子，你怎么能跟你干爹争一个房间呢？他要就给他，就给他好了。那哪行啊？这孩子越大越不懂事了吧？怎么不行啊？跟爹和妈住一块不行了吗？你胡说八道！谁说我孙子胡说八道啊？说得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臭小子，整你干爹！去演《还珠格格》，关公厉害；又让我去演飞利赵，关公厉害；貂蝉又让我演王贵妃，我去干嘛去？演戏没意思，现在挺好，我干嘛去？艺术家，有人找。艺术家，在这儿生活的怎么样？挺好啊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位标准的艺术家。但是在你心里，我始终是个罪犯。也不全是。该出院了吧？好像是吧。好几种药都停了，不是不可救药了吧？
我倒希望不可救药，这样就不会记得自己的过去，也不会为自己的过去而难过。好了，我该走了，你自己保重。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那天你到底知不知道装置的解法？不知道。影子在城头静静的回旋，风筝是被遗忘的昨天，猜不到是哪一年的沧海，哪一年的桑田，你那英雄的脸为什么像在表演，澎湃狂野中依旧黄土黑黑天，你那英雄的脸为什么像在表演，让我梦回千年上下流连，什么都看